1對我嚟講設計是將我幻想的嘢變成現實，即係譬如話，可能現時我會幻想有張好大的彈弓床咁樣啦，譬如蛋床咁樣啦，咁就可能我會想將佢變成即係就咁實施出嚟，但係唔會諗過可能唔會諗點樣整啊。不會想會不會可能那個關節不得啊，即不會想很多 detail， 純粹想做出來咯。可能未必話需要去講到話很大件事，話要去改變世界，可能只一個是需要輕輕改善一件產品本身有的問題。只要你就是 tackle 到那樣的產品的問題，你已經是一個很成功的設計。就不需要話係一定要啊，即係幫助到啊好多人啊，但係只要你將嗰個產品嘅問題改善咧，你就已經係成為一個成功嘅產品設計。